到了，就是这里。这是奇迹。我愿成为你的子民，至死效忠。冒险家只管挑战和冒险，他们会留下痕迹，有好有坏。我以前也曾来过夜门关附近，见到的只有漫天风沙。红月来临前，我会用我的鲜血唤起最后的祭歌。他们说门的背后有求必应，可我看见打开它才是灾厄的开始。鸿蒙初开，成全次全，然欲壑难填，天地失序，一卦相叠。待幽冥四起，将有天命之缘，抵圣境玄门。到那时，神起天降，万物归一。所有人都要聆听世界的最终奥秘。